这次演习有一个重要的看点，就是海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啊，它出了第一岛链，进入了西太平洋。同时呢，空军的轰炸机编队出岛链，与辽宁号航母编队开展联合演练。我们从航母的卡位可以看到，它占据了咽喉要道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，形成了一种外阻内压的战略态势。那么怎么理解这个外阻内压呢？它要阻挡的就是外部的势力，它的介入和干预。那么什么是内压呢？它要压制的就是台独分裂势力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